新北市一名29岁林姓女骑士，23日上午11时许载着亲友，行经五股区成泰路一段时，林女徒跨越双黄线，超车一辆砂石车，却与对向由49岁吴男驾驶的货车发生碰撞，机车瞬间被货车、砂石车包夹，林女与乘客擦挫伤，被送往医院治疗。警方表示，林女与后座乘客连人带车被夹在货车与砂石车之间，由于车速都不快，送医救治后均无生命危险，三方九侧直均为零。详细肇事原因调阅监视器厘清中。辖区芦洲警分局交通组巡官林佑明呼吁，用路人驾驶车辆请小心慢行，以免发生事故。Long hit.